们更重要的传承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生命感动生命。学校有非常就是好的导师制度，我们连接将来的临床研究资源非常方便。我们这一所的研究设备还有仪器呢，都是最新的。我们有很好的师资的资源，所以在这里的学生研究生可以把他的想要做的梦想在整个学校里面尽情的发挥。像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叛逆，就是我高中要进大学的时候想说啊，大学可以去外面住还不错，但同时又不想要跑到真的比如说中南部或者是就是离岛之类的，或者甚至是国外，我想说离台北有一点远但又不会太远的地方，就既可以独立，那真的需要对不对，学校混不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回家的这个地方。其实这边应该说天气好的时候，就是你只要朝窗户看，不管是哪个方向都很漂亮，就是不用说你特别还要到哪个地方的哪个角度，就是不用，就是穿过海来就是全部都很漂亮。海景第一排、啊、对，没错，海景第一。比较特别，我们学我同学他休闲活动是钓鱼，然后这边因为离海边很近，而且又有很多钓具店，所以我们有时候放假就会去钓鱼，就是步调很慢，然后如果用步行的下山，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田啊，这边很多稻田跟茭白笋田这样子。待在这里其实还蛮好的，因为就是学校的一些硬体设施那些还不错，其实是一个还蛮能够就是让你好好读书，那也有点休闲的地方。进到大学或者说进到马偕很特别，就是两个人一间，然后有四间一户，然后一户有配备冰箱啊，然后一些很高级，但到时候可能招生影片都有，就是可以这边上一个那个图片，这样就是很高级的住宿。做蛋糕，然后全部人一直在那边看蛋糕有没有蓬起来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你会多很多时间是跟你的户友们、你的室友是熟的，就是他会有比较多跟人交流的时刻，会比较像一个家庭，就是跟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冲突，但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包容，这样家里的人也能支持，就像学校有学务处啊的老师啊或者职员，其实都对我们学生其实蛮关心的。很多处事你不会觉得好像是上对下的，就是老师跟学生，而是一种有什么事情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可以及时得到回馈的那种感觉。我最喜欢的是体育馆的慢跑的跑道，因为它的窗户是整面透明的，然后你可以直接去看到海洋跟天空，就是你在跑步的当下，你又可以享受大自然的那个洗礼的感觉。应该说我们学校因为课程还有练习都很扎实，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说像实作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学的还蛮好的，就是不论是理论还是实际的操作，就是老师们都很认真的在就是教我们。我也觉得师生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然后学校会不定期的办了很多活动，像是感恩节的餐具啊，然后中秋节会夜考，然后还有与学务长的面对面，就是吃面的那个面，吃饭的同时，然后了解你的生活，在对学校的适应啊，还有什么的，对，我觉得还蛮好。哦，我觉得马偕可能很多人会看到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小而美，可能很多人只会看到它小，然后好像很多社团啊，或是很多学术活动或是课程，并没有其他医学院或是其他比较那种真的很大的学校来讲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反过来看的话，是你反而可以看到说，哇，这间学校还有很多地方是你可以当初始，可以当创始者，它没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过去已经很多人做过的事情，在那边反而可以当开路先锋。就是你如果真的选上马偕，或者是你真的很希望有那种有一番创新，或是真的可以有不一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很推荐来马偕。来马偕之后，自己的改变比较多的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因为其实老师会不断的给学生一些鼓励，然后甚至一些方式，真的会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会交到一群真的就是比别的学校可能还更那么深交，因为就是整天要花那么多时间跟他们朝夕相处，所以你会有很多很多很新的体验，但也有可能跟你的其他大学同学的经验不太相同，可我觉得这些经验来说都还蛮美好，因为你要应付病人很多要求，然后还有医生的指定，然后一些家属的情绪，所以你自己心理上的抗压力也要很强，然后你也要面对可能
病人在你面前突然就是病情急转直下，然后就这样走掉，所以你也要有一个很好调适压力的方式，等到你做好这些准备的时候，你才能就是说我准备好。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以学习为主的话，那我觉得马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在这边会受到大家影响之后，你就算变原本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那你可能还是你可能就变得比较上进，然后会你会想要跟同学们就是一起就是奋发的学习，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马偕，我认为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环境优雅，然后依山望海，是一个研究的好地方。觉得第一个呢，我们马偕医学院设在山芝，这个是一个校园风景很美丽的地方。第二个，我们的师资设备非常优良。第三个，我们连接将来的临床研究资源也非常丰沛。好，马偕最令人迷人之处就是它是一个小而美而精致的医学院。我们全校的师生是以生命感动生命，所有的教职员生呢都是充满着爱与关怀。我们兽医学呢，研究方向主要以这个研究老化疾病及抗衰老疾病为研究主轴。那我们整个研究所的设计是跨领域的，所以会把所有需要长照需要的人才，或者是希望到长照里面去服务的人才，一起来做脑力激荡跟学习。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要让我们的研究生的具备人文关怀的这一个思维，那以人性为本，以科技为用，然后以高龄为福祉为念的这样的学生。我们大学部成立到现在已经第八年，然后我们的学生已经毕业有四届，所以我们的学生在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个触角。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学生在国外深造，那我们现在培养我们的研究所，事实上我们学校有配套，就是将来可以到国外的优良博班的高深研究里面做进修的时候，学校都有配套的一个奖助学金，来挹注他们。到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合作关系呢，就是说马偕医院跟我们马偕医学院有很强合作关系，而且呢，毕业生毕业以后呢，很多都到马偕基研医院去服务。其实我想现在整个世界的竞争它是没有边界的，那反过来说我们的合作呢也是没有边界的，所以我们的优势呢其实在于说，在这七年来的过程，我们跟不同的角色
都有实际合作的经验。我们的听语系呢，就语言治疗组来说的话呢，老师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那我们的老师教师群呢，包括儿童、成人、语言、言语和吞咽、嗓音等专长的老师之外呢，我们的听语系其实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在医学院底下的科系。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跟医学护理、长期照护研究所、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生医所等等呢，我们其实都有一些合作的关系。我们研究所的优势就是要培养这个社会中对所高龄的福祉科技产品的设计与这个开发。那基本上还有包含临床的基础、理论跟实务的整合。然后我们马偕医学院呢，各系所呢也跟我们研究所有一些的系所跨领域的整合，而且呢，我们后面还有一个马偕医院的系统的资源。那我们整个研究所的重要的特色是跨领域，而且是多元，培育三C，就是关怀、批判性思考还有创新三个重要的宗旨，照顾我们全人全家，以病人为中心的精准长期照顾。我们这个生物医学研究所目前有硕士班跟博士班的研究生，我们的教育目标是教育学生具有基础及临床研究的能力，所以我们有最新颖的这个仪器及研究环境来培养学生具有这些核心能力。我们福科所呢是马偕医学院新设立的研究所，我们很欢迎大学毕业的同学们带着你们原来的这一个专长，加上科学的应用了，整合在老人福祉的创新与研究上面。我的期许就是一般的学生入研究所之后两年以后可以顶天立地的毕业，这是我的期许。我们有五星级的宿舍，100%的住宿率，没和业界的百分比也是100%，有些时候是200%。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产官学的联络网是非常的通畅的，希望有志从事长期照护的青年或者是中老年都欢迎你来一起做共同的努力。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马偕生物医学研究所的行列，欢迎加入马偕医学院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欢迎各位有志青年来加入我们马偕医学院听语硕士班，我们一起加油，欢迎加入马偕长期照护研究所，耶、yeah!